大招躲一波 A E A Q A R W 再闪现 A E Q 手里先 A E， 那你以为我会死不存在的好吧？我根本心里都不慌的，你以为我会跑吗？要看这种情况多少人会跑，对不对？99%的玩家会交出你的闪现逃跑，但是你错了。我认为可以杀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马上就到。哎呦，我的大招还没好呢，没看到这个，也没看到我。鬼刀，注意 W E Q 过去 A 一下。哟，运气这么好吗？哎，怎么有哟？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。